Hello， 大家好，瑞万です。好，哎，这个新的《Red Dawn》剧场版2嘛，就还有第二个关卡还没打，就是维洛博士啦。第一站的话是五个敌人啊，然后第二站、第三站都是单体这么个样子。哎，都应该是不会太难的、啊，按照昨天的陶白白来讲的话。哦，对了，他的这个Supporter Memory 啦哈，效果已经出来了，破坏神的至尊嘛，都神赐眼攻防。10%提升，然后气回合内惑星破坏的全年气力加一，想不到竟然是 Build 3嘛，我还以为是剧场版 Boss 加强一下的，那你知道不？哎，不过神赐眼也非常好，因为国吉达、美吉多就在我们的素蓝爽人的队伍内就可以吃到满，哦吼，期待这个集满的那一刻，OK 啦，那么这边就这一次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们用比较强的队伍，哎 ，Zamas Team。稍微来看能不能碾压过去吧 ，Let's go， 应该也是可以无道具吧？啊啊，这个顺位 ，Mendoxe 不是那么漂亮。这边的话，哦呀，是长得这么个样子哈，哇，敌人超多。我看这样好了啦，嗨，然后两颗啊，只有两颗啊，两颗的话，它的辅助就不会到特别理想啦，不过应该也可以接受。好，24万，对，20%的回避能力，どうだろう？嗨，さすが。不过前面的话应该会蛮简单啊，毕竟敌人那么多，可能就会像是波杰克的那个关卡那个样子吧，不会到特别难。597万啊！对了，忘了让那一个啊，我的 LOZ 忘了选敌人，算了，应该选那个技术的。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玩起来，1570万，死人呐！真的是猛，很棒。OK， 必定连击，22期以上必定连击，就看能不能三连必杀了。这个前期来讲的话，应该没什么难度吧？所以应该是看好多的都通关了。靠，算了，开不到招也没关系，影响不大，影响不大。欸、可是下一轮的话对我们的那个叫做那个 feel 不是很友善，因为一颗那个隶属嘛，好像完全没看到红族隶属族，也没有红族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反正 Zamas 等一下就会完成，啥来啦，那么就一路叠攻防下去，这样的话应该是打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最近潮汐队用的有点多，换一下口味，机器队也是 very 的 nice。OK， 就这么个样子，31、16。有一颗魔盒黑马后，魔盒黑马后，好的，而且敌人的攻击也不多，到现在一发必杀都没有发出来。可是，世界最强这一个维洛博士的手下是长得这么个样子吗？我有点忘记掉了，他不是有那个记错了，那个是亚历克兹尼亚，2424，那个是24，我记错了，狗面，那个有镰刀啊，那个三人组嘛，被悟空跟比克给干掉了，对，然后。这一边的话，这几张好像是去捉那个比克的时候的，对，完全哦，打比克，完全故事还原，有，那么这边这个样子，那么隶属猪的话也是可以好好留一下，反正最后一尾有没有出到手都没关系，嗨，绝对的硬派，来。1283万，この力，おっさ、気持ち。然后等一下啦，ロゼ
就可以直接把对面干挂了吧，属性对到。刚才没想到这个问题，不愧是财经大佬，测一个奇卡拉就是舒服了。活动萌，嗯对，1550万没有辅助。那这个样子来说的话，上一轮的红曲好像更有一点难度哎。那个 Zamaster 啦，全球活动那一段。哦，哎呀，全体攻击，马吉。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啦，已经有48万了，那么就来吧。正义の光よ、我を撃て。悪を滅せぬ弱き神は。不要那里，这个是全体攻击嘛，不愧就是现时代的关卡啦，就要压榨短期战的那一个强度的话，就只好这个样子。嗯 ，OK， 那么1、2、3、4、5，五颗珠刚刚好啦，就50%的回避力。哎，这边的话不确定会不会被干挂，有点小担心。海波行动之后，咱们就是硬邦邦的啦。OK，Nice。哦，干净干到，然后最后 feel， 50%回避 ，Nice。1629万，这一个火力，团队莫奈啦。All right， 舒服。哎呦，这样就三连必杀，超舒服。然后再配上那个，30%的减伤，哇，直接三下把对面干挂了吧？哎，没有 supporter memory， 什么都没有，2000万的火力，也好小啊！啊，最后一下没有彗星啊，靠北，竟然是最后一下没有彗星哦，要小。OK， feel， 那哦哦哎哎哎，连击啊，靠北。哦哦哦哦，我46万，我还以为会死，降落的。feel 在行动后防御力水源所是不错，但其实也没有到很高啦。然后又满血了，好爽哦。嗯，对，都是有全体攻击，不过就影响不大啦，哎，影响不大。嘛，酷。嗯对，哎，7颗珠挂了，不过也足够了，就问的。而且他的普攻反正也不痛，嗯，哦，哇，23万，哎，也痛，也痛，痛痛痛痛痛，没有不痛，没有不痛，ごめんなさい，ごめんなさい，还是痛的，还是痛的。哎，罗杰，罗杰真的没办法，罗杰他需要行动之后才可以表现出他的那个强度嘛。不过关卡难度老实说就。还行啦，就目前这样用下来。我上一轮的那个速扎马斯，不愧是我个人心目中 number one 的极限性觉醒了，在2023年真的是强到靠飞，才叠了3次攻击，然后配上50%的辅助，直接3发必杀2000万上去了，单发可以去到2000万。OK 啦，这个就 Willow 博士算是还蛮简单啊，如果是用这种比较强力的队伍的话啦，嗯。如果是没有的话，其实选简单一点，然后属性克制才会挑一挑，也是 OK，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嗯，因为敌人的火力没有到特别高啦。好啦，哦，对了，如果是有抽那个龙族英雄 Vegeto， 直接一路碾压过去。嗯，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